还在那磨蹭什么？雷纳队长，简直是……等会儿，你是在吃东西吗？人家跑了九条街了，好饿吗？我去，继续行动。啊，哦，你等一下。什么？逼急黄一波带走啊！哦，嘿嘿，都进来了，准备收割。赤峰天护，他进了天道塔。宇宙做的最大贡献就是发明了可乐。队长，以后开家店吧，叫包子店。咖啡。
包子咖啡店。你这么聪明，开公司去吧，宇宙五百强的那种。队长，什么？这是第一次有人夸我聪明。爸，能不能先听我说呀？就这一次，你尊重我一下好不好？尊重我一下好不好？我是主神。就因为你是主神，记住你的责任。哎，队长，你说咱们公司叫什么名字啊？不是说了吗？宇宙五百强啊。哦。小黎啊，有时候我挺羡慕你的。啊，是吗？嗯，那什么，欢乐多嘛。嗯，哼。哎，帅哥帅哥。队长，来这种地方怎么能只喝可乐呢？谢谢啊，姐不喝。什么嘛，我们店名都想好了，庆祝一下嘛。说了不喝就不喝。嗯，喝。嗯，帅哥再来。将军，天道计划现在就要实施吗？是否需要和他沟通一下？是。再来一箱，我们接着喝。干什么呢你？说。是谁啊？队长，流星！哎，雪雪雪。流星，向他许，还不如向我许呢。我看着。哇，好高级啊，队长！快快，再来几下。我在地球很高兴，来管我呀，造出来管我呀。雷娜，雷娜，司马太傅给你们上了历史课，我考考你，烈阳星体为何缺损一半？啊，五龙1211年，太阳神出于正义平息了德诺星系战争，诺星战神伺机报复，投掷噬星级武器破坏了烈阳，然后天机阁大学士们请了烈阳最高科技，正用方天舟拖回烈阳残块，后以天道星河维持星体恒定。小昭都记住了。主神，请面壁三个时辰。凭什么？先帝。我去。啊，这是哪儿啊？派出所。啊，我们没办法呀。你俩喝的可不少啊。来，吃下这个。行了，说说呗，跟那个小徐有啥仇啊？啊啊！打什么啊？大半夜弄得鸡飞狗跳干啥呀？破坏公共财物要罚款，情节严重的还要拘留，一点法治观念都没有。哎，干啥了？地震了！快出去，保护群众！你俩躲那儿去，快点的。
动统派出所。这里是雄兵连，我是连峰。麻烦你叫老铁听听话。连首长。哎呀，又是雄兵连。哎，连峰首长啊。对，刚刚过去，正在抓紧排查。哎，谢首长关心。有啥指示啊？记得交罚款。放心了，铁锁。坐好，出发。今儿这草味儿有点上头啊。最新报道，目前灾情严重，多处房屋倒塌，地面塌陷，市区大面积停电。队长，队长小心啊！设施不断损毁，我们的任务就是送你们过去。不明物体？难不成外星人？你面前坐的就是外星人，有什么好奇怪的？对哦，情况有点严重啊。烈阳原力，回我神卡尔，您研究的虚空丸很有效。潘震也十分配合。地球和烈阳即将变成一片焦土，哦不，是灵体的乐土。我下去看看，你在这里等我，随时支援。队长，一起去，不怕麻烦的。怕？给我带着听听们。喂，队长，我在下面等你。到底造了什么孽？我去！这是我们烈阳的东西。队长，这他已经启动了。你站远点。
园丁也已经到达地球。我就在这里。园丁是计划的关键，关乎烈阳的生存大计，希望主神能够守好他。可是现在地球的情况，先遣部队随后就到，在他们抵达前不要让地球军方靠近，特别是孙悟空。不是说要10000年后才启动的吗？还有烈阳到底出了什么事情，要在地球放这个东西来？你现在所处的星球只是神河体系中落后于我们万年的一个普通文明，留守一个公约，老臣及亲率护卫队来接应。可我现在也是地球雄兵连的队长。很好。喂喂，对不起，您所拨叫的用户忙，请稍后再拨。 Sorry, the subscribe you dial is enough. 挂我电话。队长怎么办啊？谁让你偷看的？我没偷看呢。联峰首长，这里是雷娜，现场情况。知道了，先待命。俺老孙守护这片土地万年之久。这可是烈阳历的初级。启禀陛下，西北地区地质灾害，大批灾民被困了。禀陛下，东北角陨石破坏的星田尚未修复。速派那个速派兵部韩将军前去救援，州上属天机阁等候商议修复方案。在地球有一种东西叫时尚，我每天包得跟粽子一样，处在这大殿内，天天面对着烈阳几万年不变的画风。不管，我一定要去。OK。从今天起，我烈阳之光雷娜就是你们的队长了，给你们普及更高级的科技，速成班知道吧？队长，雷娜队长，下午解散后有什么项目吗？当然是去 shopping 啦。不久前坠落地球的不明外星物体已经开始运行，专家表示，其运行能级的提高极有可能是导致地磁变化、地质灾害加剧的主要原因。军方第一时间开始部署，安置受灾群众。地球科研团队正不间断地进行数据收集分析工作。这搞什么飞机？联防首长，麻烦安排战机出库，就我定制的那台。听说雷娜要回去了，回烈阳吗？听说灾害就是他引起的。动力舱检修完毕，装甲也进行了强化。我都快忘记你是烈阳人了，虽然我有种不好的预感，只是希望一切不会更糟。不会的。虫洞系统初始化，主引擎启动，布置两运转，虫洞倒计时5 4 3 2 1，走起。队长，你什么时候上来的？刚刚你们说话的时候呀，我都等了好久了呢。下次再敢跟我玩隐身，要你好看。给我坐好了。队长，由我做你的副驾，一定会如虎添翼的。添翼就免了，别添乱就行。
禀龙乡天护，天网侦测到不明飞行器正向我烈阳靠近，请指示。潘帅已颁发戒严令，查明情况。收到，好像是主神陛下。哇，队长的老家是被拆迁过了吗？这是领航星，烈阳的前哨站而已。我家在那儿。啊？怎么只有一半啊？警告，不明飞行器靠近，请确认信息。啊，这里是烈阳护卫队，奉明天来为主神护驾导航。我是领队李秋水。李秋水？本主神在这儿飙战机的时候，你还没考上驾照吧？不需要你导盲。是导航，陛下。附近同僚，请集结外域区为主神护驾。护驾？我信你个鬼啊！等追上我再说。啊，队长，你要怎样啊？抄近路。近路？啊！去的。见主神陛下，刚刚冒犯，请恕罪。以前一口一个娜姐，现在叫我主神陛下了哈。娜姐，这个是地球雄兵连的队员苏小黎，下士。这位是我的青梅竹马，哦不，发小，那个闺蜜，现在是赤凤天护武昭。潘正呢？哦，潘帅他正在云霄大殿，正好。省得派人去帅府叫他了。大主板，您听我言，富丽堂皇是云霄殿，这太阳神、地鸿坤、德诺大战定乾坤，传二世驱敌兵，血洒疆场留美名。潘元帅、潘忠良，危难之际挑大梁，保万民、扶幼军。国泰民安立功勋，说地雷那是主神，组建雄兵连在了地球星，打饕餮，扛恶魔，军威浩荡在天河。潘大元帅，好雅兴啊。嗯，还是回来了。惊不惊喜啊？哼，还带个地球人回来。下回怕是要带那个地球连队了吧？要你管！才去那儿一个功年，就变得这么没礼数，果然是个野蛮之地啊！啰嗦！你，
带这个地球人去医馆休息。哎，我一点也不困了，不需要休息的，别麻烦了。小林，我跟这个大胡子还有事儿说，先带他去我寝宫，好生招待。是，陛下。雷纳队长，别让我等太久啊，我会闷死的。跟他去吧，我那啥都有。陛下，即为烈阳主神，做你该做的。别跟我打官腔，不过问我就投放原地。到底怎么回事？问或不问，都得如此。以往也就罢了，这种事情，你凭什么擅自做决定？老臣肩负先帝重托。又提父皇。我问你，为什么我的虎符关不掉原地？关掉？一块不够，子母鼎。子母鼎？快把它给我！你知道地球现在的情况吗？先关闭原地，再做商议。地球星？你，陛下，请冷静。主神，随我去趟天道塔，再做定夺吧。现在，你应该能理解老臣了吧？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到的太迟了，短暂和那人交手，他掌握虚空科技，不是善茬。星河与烈阳星互为一体，你对天道计划知之甚少。一口一个天道计划，不是说一万年后吗？当年德诺大战后，烈阳元气大伤，几经修复，并以星河作为支撑，才维持了稳定状态。预计至少能维持万年之久。那不是没事了吗？但星河总有一天会衰退，天机阁为此研制了圆鼎，有了那个装置，烈阳星就能借助匹配星体的内核能量维持运转。只是没料到星河突遭贼人破坏，计划必须即刻启动。所以地球一早就是你的目标。是烈阳的目标，它是最近的。之前的诸神之战，在老臣看来，正好提前扫除了那里的障碍。除了组建雄兵连，也包括你派玄天级去铲除孙悟空。哼，你枉费了他对烈阳的一片忠心。是对你的忠心吧？诸神，你打那儿回来，怕是连祖训也忘了吧？别打岔。武昭，你说。敬天法祖，明道。行了，从小念到大的。再说一遍，潘震，交出虎符，助我关顶。潘震，老臣先替你保管。不可使用神力。潘震，你三番五次以下犯上。袁离，带主神去寝宫休息，好生照看。遵命。潘帅，我去吧。让他去。别碰我，好大的胆。你回来的正好，快来尝尝。好烫好烫的，好烫好烫。哎，真是欢乐多啊，还有心思吃啊你。那个队长，再大的事儿也得填饱肚子。哎喂，大哥，一起进来吃点吗？这烈阳火锅比地球的还够味呢。
哎，哇，好漂亮啊，队长！哎，这个还有吗？给我一个，给我一个！别碰！知道我俩现在什么情况吗？地球什么情况你知道吗？我们被潘振软禁了，准确来说是我被软禁了，你是捎带脚的。切，竟然敢软禁我！既然哪儿也不能去，还不如吃了饱饱的，再睡个美容觉啊。小林，在吗？这里是黑色长城巅峰，转告雷娜，地球现在灾难频发，形势危急。啊，这不是我的那个粉底盒吗？哎，连峰首长，是我，小黎。行了，别喊了，好像是语音传送。我已经派部队去救灾，目前通讯受阻，救援行动迟缓。袁林，让我出去，我得马上关闭圆顶，这可是关乎一个星球的安危啊。陛下，没有潘帅的同意，恕难从命。潘帅亲自把守原点，主神放心。你个榆木脑袋！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个粉底盒是生日的时候连峰首长送的。你管什么粉底盒啊？我们俩得赶紧想办法从这儿出去。小林，多吃点，来来来，再来。队长，你也吃。哎呀，哎呀，袁立大哥，我肚子痛痛啊！你们这烈阳的食物还真不是我们地球人能消化的呢。哎呀，我早就劝你不要吃这么多，非不听，现在活受罪吧。哎呀，哎呀，挺不住了。哎呀，开门！我们现在就去关掉圆顶，地球就安全了。啊，那个队长家，哦，烈阳星不会有事吧？小昭，你还记得司马台夫的历史课吗？当然记得了，大姐，怎么突然问这个？突然想起以前的日子，恍如隔世啊。目标没有摧毁，保持着运行状态。老潘，你在这正好，省得我到处找你。陛下，可让老臣久等了。从我父皇驾崩那天开始，确实够久的。哎，没等来一个有担当的主神，
老臣有愧于先帝。有你潘大元帅，什么时候需要我担当了？你要把我当烈阳主神，就给我关了这东西。老臣受烈阳先帝重托，守护烈阳，恕难从命。那就是没得商量了。我命令你把另一半虎符交出来。那你得从老臣身上踏过去。你真以为我不敢吗？看招。你少来。起来。喂，这么打不过瘾，敢不敢把这玩意儿摘了？再来。为烈阳主神，这点能耐可不够。烈阳经数代先辈呕心沥血，方才跻身神河高阶文明。你生来就躺在荣光里，不知开创之艰辛，怎么当主神？把烈阳的生存建立在另一个星球的毁灭之上，这种事情林娜办不到。将军，队长，没有用心为烈阳付出，你当然什么都不在乎。区区一个神和普通文明，值得你如此避祸？什么时候你才会有一个主神该有的眼界？牺牲地球先换取烈阳，只是你个人的意愿，你有没有问过烈阳百姓？无需问，他们的意愿就是能在自己的土地上生存下去。这也是地球百姓的意愿。只要四象图腾全部亮起来，烈阳就得救了。你无需怜悯那个本来与你毫无相干的地球，马兵由老臣来担，哪怕以死谢罪。你谢罪？那是几十亿条鲜活的生命，他们只想好好活着。我雷娜虽为烈阳人，但我也不能让地球就这么毁了。口号谁都会喊，你的烈阳力还不过关。在地球，很多回忆吧。哼，真是血脉，跟先帝一模一样。
你赢了。现在要怎么做，老臣不拦你。陛下，我必须以烈阳顾命大臣的名义最后再问一句，你知道一旦关顶留给我们的是条什么路吗？反正不是退路。曾定局，本帅会陪你坚守到烈阳最后一刻。不，别守了，子民在，烈阳在。哦，莫非主神早有对策？对策说不上，但我跟武昭确认过，神和方舟运送过烈阳残块，他足够了。我们把百姓撤走，用方舟已经吩咐了武昭，我们还有时间。别挣扎了，烈阳人！什么人？别鬼鬼祟祟的！是你，九八，九宝！哼，我努桑能被烈阳主神铭记，还真是荣幸万分呢。去过地球，你是卡尔的人。为什么破坏星河？我神卡尔只想帮你们进化出灵体的乐土，还以为你潘振悟到了那个境界，哼，真是冥顽不灵。扯淡，本帅会与那神棍同流合污吗？好，随你高兴，受死吧。烈阳主神，可惜了，万年基业注定是我神卡尔的祭坛。老板，犯我烈阳者，七罪当诛。雷娜，快！你们没时间了。带我向卡尔那混蛋问好。潘帅，您没事吧？
主神陛下，潘帅，百姓们已经登陆运输艇，正陆续向神和方天舟集结，不久就会全部登舰。烈阳这么多子民，你确定没有遗漏吗？我们烈阳经过德诺大战后人口大减，实际数量其实远不及人类，加上我们有足够的运输艇，而且在那件你吩咐我之前，潘帅已经有过安排。赤凤。潘帅，这不是你的守卫区，一切本帅负责。星河的枯竭速度超过预期，就算是原定吸取地核能及时补充，也难保不出状况。你去组织各地百姓登陆方天舟，情况若是变糟，用方天大舰及时撤离，这是万全之策。赤凤领命。就算你在地球不回来，我还是会这么做。幸运也好，经验也罢，有备无患。星河一旦完全枯竭，唯一的目标就是保全百姓。只是没想到。没想到我跟你想到一块了是吗？你会选择关顶，老臣有点意外，但也不奇怪，这就是你。只是世事总是难料，星河真会提前枯竭，烈阳解体在所难免。安排百姓登舰，虽然繁复，倒也不是最难的。麻烦在于，在星河完全枯竭之前，用恒星级能量注入到南天门方天塔，开启离轨虫洞，就能让方舟飞离进烈阳轨道，避免被星体崩坏时的高能毁灭。嗯，继续。可是整个烈阳具有恒星级能量的人除了潘帅别无他人。不，你难道忘了吗？本主神同样具备。不可，开虫洞所耗能量巨大，陛下千金之躯，此事由老臣去办。可是现在星河的状况恐怕很难维持到虫洞开启，它一旦崩坏，对烈阳来说是毁灭性的。事在人为，老潘，我们同去，一定会。撑不了太久系统，一同前往。遵命。神策五号，前进一行。
知道了，管好你那边，其他的交给我。是。怎么了？老板，你先去给房地产充忙，我去一趟，马上回来。老板，你干什么？喂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说呢？我是烈阳主神。没看见吗？还不快走！你混蛋，给我回来！在我的后面，我带你们登舰。陛下，剑之主，我们赢了，烈阳赢了。你能活着，就是最大的福分。烈阳后辈一定会在你的辅佐下跻身高级文明，千秋万代。陛下。小莲友，你保护好他。陛下，陛下，罪臣无能，不能保全烈阳基业，上愧对先帝，下无言百姓，愿以戴罪之躯保我子民，有我陛下。你给我活着回来！敬天法祖，明道勤政，君臣同德，国泰民安，天道昭昭，护我烈阳。
陛下，此树是先帝亲手所栽，等你长大也要像他一样守护烈阳。不是还有潘将军吗？暂时脱离危险区了，向前看，一定要登舰。参运军，有个大的，100秒后出去方舟。哎，旅长，先别起来啊！武昭，你们俩快用逃生舱登舰。不能与娜姐并肩作战，是我身为烈阳人的荣耀。小离也不会丢下队长的，没时间了，追踪目标，准备迁移。甲里舱全开，成功迁移陨石，需要偏转至少15度，已偏转1度，3度，继续，再快点！什么情况？三号动力舱损毁，还有多少？还差7度，恐怕不可能。副舱继续加力，把它给我弄走。2度，1度，成功了！到了，撤！糟了，又一台！加力舱不够了，我们要做撞击准备了，陛下！用最后一台，尽全力！不行，对方引力太强了。队长，我们是不是回不去了？大圣，这里是地球联合救援先遣队，我是连峰。雷娜，你在吗？雷娜，我在。希望破了有几次燃烧，所以那些事情
重来，我不会让眼泪再次徘徊，你一回又一回对我满怀期待。出头都是烈日的温度，为何还要无言的等候？这一次让爱大声说出口。一切再重来，我不会让你。